爱什么都行，有种强烈的预感藏在我心里，成为伟人好像命中注定，天生丽质难自弃，有时候想起自己就蛮感动的。自古英雄多寂寞，难怪他们都故意看不起我，总是莫名其妙摇头，我要沉得住气，不管他们冷言冷语，总有一天我要他们所有人跌破眼睛，都跌破眼睛。下一次上野地求生课之前，只要敢再去买东西，我就叫他在水泥地上野地求生。林杰，谢谢班长啊。不用谢我，我只是有一点希望，希望能再看到你们三个怎么样在水泥地上野地求生。大哥啊，这包饼干一共只有十片，十片呢。对啊，你看，那我们三个再一分，每个人只能分到3.333333片，怎么够吃啊？不要紧张嘛，大不了过两天咱们就回去了，对不对？忍着点，饿不死人的啦！啊，不是这样的，老兵说过，这至少要三天，三天呐、啊！对，大哥你看，我们3.333333再除一个三，我每个人只能分到1.111耶。刚沉进木匣的三天已经算很短的了。据我所知啊，这种训练持续个十几天是很平常的。十来天呢、啊？十来天不是三天，现在十来天了。你算看，3.333片除以十来天，我们还可以得到几片？3.333再除一个十来天，我看几乎是没有了。我不会算。哎，你们不要算啦！我听说有人根本回不去。我知道该怎么分了。我们呐、啊，先把这个饼干啊磨成粉。然后呢，再加点水，再弄点发粉下去和一和，再生火把它烤起来，它就变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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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变大以后就慢慢的，你一点我一点，他一点他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吃。吃完以后呢，还学文啊，你真是个奇葩哎，怎么个长那么小，食量那么大呀？啊！可是我白天只吃一点点啊。熊英兄啊，一天都还没过完，你那3.333片还剩多少？就只剩下小数点后面这0.333片。什么？你已经啃掉三片了？我看啊，照你这种进度啊，你活不过明天中午了。我跟你真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大哥，不要叫我，我也只剩下2片了。不过依我估计啊，我大概可以比你多活一天。但是你放心了、啊，等你走了以后，我跟阿水啊会把你的遗体给埋好的，好不好？阿水来根烟抽抽吧。怎么办嘛？自己看着办。其实我还
还想再吃哎。抽烟抽烟，管你。剩两根哦。只剩两根呢、啊？哦，那留一根哦，给他上香祭白勇的啊，不然他死不瞑目，说明做兄弟的亏待他了。你不要乱讲嘛。哦。请问要不要来一口？要。不要拉倒。哎，石奎，你这是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什么时候你还抽烟呢、啊？哇靠，这抽烟还分时候啊！废话，教官没说过，一点点小小的火光就会扑灭我们的身份，导致我们任务失败，你知不知道？好嘛好嘛，那不抽就不抽，别那么凶嘛。赶紧上卫兵了。哎，真是时不我与。阿水，怎么办？我还是觉得好饿。睡觉好不好？睡觉都不饿好不好？乖乖，睡觉。好饿啊！乖啊！要给你加杯。哎，走走，大家走。大哥，你怎么没有起来叫我接卫兵啊？谢谢你啊，你也让我少占了一班卫兵。哎，哪里，是这个样子的啦。我啊是看大家白天呢都太辛苦了，为了让大家多休息一会儿，哎，我就不打搅大家，一个人就一直站下去了。哎，他辛苦你了吧？不过我看刚刚你不是一直站下去，你是一直睡下去吧？对，我是一直站着的，一个人一直站着多难看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就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调整一下姿势。李明杰，我们全班会因为你的疏忽，让假小迪顺路，搞得我们任务失败，全班被退训，你知不知道？对不起，这是个意外，我下次不会了。大哥，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怪怪的？废话，我一大早起来就被削了一顿，还不怪啊？不是说这个吗？不是说班长不在，这石奎就好像是我们班长一样。真的？你看他骂你一口气，跟班长一模一样，听我都不舒服。哎，不过老实讲，他那个酷酷的臭屁样，哎，还真有点像班长啊。上面分配下来的水跟干粮，不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不要使用。王大山、周文凯，你们两个留守阵地，有状况立刻示警。其他的人，到附近去找水，还有可吃的食物。在找水的时候，看到款冬、山芋菜、花庄柳这类的植物，附近应该就有水，因为这种植物啊，只生长在多水的地方。还有，看到蛇、青蛙，那附近应该也有水。你们只要小心跟着他啊，就不难找到水。石奎，你懂这么多这些东西啊？学的嘛。对表，现在时间洞八三洞，幺两洞洞的时候阵地集合，有没有问题？没有。嗯，解散。走吧。哎，大三啊。嗯。看我们回得去吗？可以啊，当然回得去啊。你上辈子是山大王嘛，是不是？所以你当然说可以回得去啦。你胡说八道什么嘛？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山里面哦，最多的就是可以找到吃的和喝的啦，没咬死人的啦。
不过老实说哦，我还真的有点不太想下山回家。为什么？啊，因为回去以后哦，我一定会碰到那个温柔的阿兰，是吧？怎么那么苦命呢？不像嘛。一枪没打到，他们绕跑就成，咱们三枪齐放。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为大家准备午餐。没人告诉你们不准开枪啊？那不开枪怎么打得到啊？对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一开枪，马上就会暴露你们的位置，甚至会影响整个阵地的安全。我看你们这个样子啊，不用到中午，我们就会被假想敌给歼灭。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了，不准开枪。没关系，大哥，我突然想起教官曾经教过我们的方法。为什么？大哥，照我们刚刚射的这个准度来估计，我们大概还要练习个三个月才能射到东西。三个月啊？哎，那依你估计的话，这三个月以后，咱都会在哪里啊？你们是不能往好一点的地方想啊？代理班长，回来了。啊，把你们三个身上会响的东西拿出来。会响？我身上最会响的大概就是我这张嘴吧。我要你这张嘴干什么？身上有没有会响的东西？镍哦，很多。弹夹，对不对？水壶。我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开饭了。来，吃饭！哎，这部队的生活实在太好了，这大的行。哎，谢谢。你刚才哈拉什么？什么部队生活太好？不要碰！不觉得吗？反正不管情况如何的恶劣，我们一定十二点准时开饭。好。哎，是吧？谢谢。那要不要吃一点剩菜？不要，当剩菜渣。我们过来吃吧。饭糊的，哎呀，来，坐下来吃，挖坑，哎呦，这个史杰巴弄得还不错啊，你看看，有菜有肉又有汤的啊，哎，不过野地求生啊，每餐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太爽了。哎，陈金木，教大家什么菜啊？哦。这个是世界名菜，叫做蛤蜊、蜈蚣、百步蛇、白蚁、树皮菜。总有一天，我要他们所有人跌破眼睛，都跌破眼睛。这个是世界名菜，叫做蛤蜊、蜈蚣、百步蛇、白蚁、树皮菜。大哥，啊，这东西能吃吗？哎呦，阿水，你平常不是很有想象力吗？这东西跟想象力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你现在呢，就把它想象成是青菜、豆腐、肉丝、番茄、蛋花汤，保证好吃。OK。大哥，真的可以吗？哎，试试看就知道了吗？好吃啊！大哥，你要我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它想成什么青菜豆腐番茄肉丝蛋花汤啊。那你就慢慢想吧。等到你把它想成是青菜豆腐番茄肉丝蛋花汤的时候啊，你再吃吧，好不好？那要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了，那我跟阿水啊，很久以后会去看你。去哪里看我？阿水，你那3.333块饼干，先给我吃一下好吗？为什么？我不要了。拜托嘛。我不要。我每片给你100块，好不好？100块，面拍。1000块，不要。好嘛，那10000块好不好？好，10000块。好。不过在野地求生训练完之后，我们再交货，好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嘛？哎，正常啊，大哥。铁文。就凭你叫我这声大哥啊，我跟你讲，就是3333片我都愿意给你啊。真的啊，谢大哥。不过那是在平常了，现在不行。徐文啊，我跟你讲，就照我们啊代理班长石班长他交代的，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些饼干是不能拿出来用的，晓不晓得啊？可是我已经快饿死了，依我看还不会那么快吧。学文，哎，先拿去吃吧。谢谢。大哥。石奎好像比我们有爱心，可是啊，他这次爱的不是时候。大哥，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相对吴学文好像会不会太逊了一点？逊什么啊？我们不是早就讲好了吗？
如果我们把饼干拿给学文吃的话，那他一辈子都不会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对不对？不是，问题是他能够了解我们对他的用心吗？我看应该是不会。你看，他现在已经饿得六亲不认了。吃啊吃！他兄弟一场搞成这个样子。喂，就这么能吃啊你？哎，我一想到这饼干一吃完就要吃陈金木的世界名菜，我就觉得好饿好饿。哎，奇怪了，十回给你那包饼干，你已经啃了一天了，怎么还啃不完呢、啊？早就啃完了。那你现在啃的是什么？你们剩下了3.33片嘛？啊，胡学文。学文呐、啊，好，照你所讲，一片一万。如果我们能够回去的话，你一共欠我33,300块。学文，其实我跟阿水不是舍不得那么一点饼干呢，只是说，如果我们把饼干给你的话，那不是帮你，那是害了你。你不可能不去适应这个环境吧，对不对？我们做兄弟的，唯一能帮你的就是让你去适应这个环境，你晓不晓得？你不是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吗？可是又没有人规定做真正的男人就要吃陈金木的世界名菜啊。学文，哎，好了好了，反正下次 我吃世界名菜的时候一定会努力的想它是什么青菜豆腐番茄肉丝蛋花汤，好不好？吴学文，接卫兵了。哦，吃亏，谢谢你的饼干。不客气，不过白天那件事情我发现我做错了。你后悔了？我不是后悔那包饼干，我是后悔误解了他们对你的用心。白天吃饭的时候我对于他们拒绝你的态度很不以为然，所以一时气愤就把口粮给了你。刚刚听了你们谈话，我才发现我错了，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害你。小杰他们才是你的好兄弟，他们才在帮你。我知道，不要辜负了他们对你的期望啊！好，再。大哥，阿水，真谢谢你。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很喜欢吃金木兄的世界名菜。起床了。起床了，不要动，不要动了。什么状况？状况零。天亮了，叫你们起床。搞什么东西嘛！叫起床，叫起床，那么大声干什么？叫魂呐！你大哥，我可真佩服你们两个哎！你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都能睡得这么爽。怎么办呢？谁叫我们是特种兵呢？这特种兵呢，就是要适应各种各式各样的状况，对不对啊？学文啊，你昨天怎么没有起来叫我接卫兵啊？学文，你是不是像大哥上次一样也睡了一个晚上啊？啊，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想了又想，我真的觉得大哥你们实在是对我用心良苦，是我自己不争气，我辜负了你们，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努力的适应环境，我要学习世界名菜。大哥，阿水兄，谢谢你们。不要这样讲吧，谁叫咱们三个是游泳的好兄弟啊，对不对？大哥，在这种荒郊野外，找不到什么好东西报答你，所以我只好各帮你们站一班卫兵，以聊表我的心意。哎呀，学文，咱们三个兄弟一场，不要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在想，只要咱们三个同心协力，迟早会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嗯，就是等我们离开以后啊，你不要忘记我跟阿水给你的恩惠。我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给我的恩惠的。啊，咱们兄弟一场，不要谈这一些嘛，对不对？嗯。那要谈什么？谈我们的3.33片饼干儿。对，一共是33,300块。总有一天，我要他们所有人跌破眼睛，都跌破眼睛。今天我们将开始实施地图研判的实地操作。由于各位过去已经受过地形地物的辨识和地图研读的训练，所以这次的实地操作训练对各位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只要各位依据发给各班的地图，按照地图上路线行进，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到达目的地，这次任务就算成功了。另外，为了考核各位是否确实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进，我们在全程的中间点都插有绣有各班代号的旗帜，各位务必要将此旗带回，这一次的任务才能算是圆满而成功的达成。大家准备一下，30分钟以后出发，我会将地图交给陈进步。陈进步，哟，跟我来。是。大哥，你这不晓得班长这要搞什么花样啊？哎，管他的，反正呢、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吧？这一次任务，班长不能在你们身边，要靠各位的反应以及机警去完成。本班中以石魁最为沉着机警，因此，我选派他为本次任务的负责人，负责本班的安全以及一切调度。三条路要走哪一条？这边。哎哎哎，你们到底要走哪里啊？废话，当然是去我们指定的目标了。可是班长说到那里只有一条路，你们却分三条路走。啊，你们都走错路了啦，应该是往这边走才对啦。不对，我仔细看过地图，是这边才对。哎呦，看过地图嘛，明明就走这边，你在干什么？哎呦，你们在搞什么嘛？我跟你讲，这条不会有错的，这条路应该改成这边的。这条路你这个方法太烂了吧？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们脑袋里在想些什么？连上不是有发地图吗？为什么不看地图？就是嘛，有地图不看，没事划什么拳嘛。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吗？当然是啊，我是想说我们先来蹭，对不对？蹭一个人呢看地图，然后大家再跟看地图的一块走，这错不了嘛。班长整得太硬了。好了，把地图拿出来看。对啊，
那地图在谁那里啊？不是有发下来吗？地图呢？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吉姆，我记得班长好像把地图交给你吧？吉姆，你把地图往哪里去了？快嘛！找找快，再看看就好了。有。我给你推出来啊！我想起来。嗯。早上我装水的时候，那个地图放在水桶旁边。然后就不见，对不对？你要害死我们是不是？啊，那我看我们现在也只好先回部队啊，啊，等找到地图再说了。回去？对啊。你找得到回去的路啊？我找不到。废话。哎，我想想办法，现在怎么办嘛？陈金木，陈金木，是不是这一张？哎，对，就是这张，怎么会跑到你那里啊？你猜，你偷的？出发前啊，我去装开水，看到茶桶旁边呢有这么一大张纸，刚好我钢盔里面的海绵垫有点湿了，于是呢顺手拿来垫在海绵垫底下当吸水纸。哎，谢谢啊！哎，赶快看看，应该走哪条路啊？你看嘛，刚说这边嘛，这边有个据点，看到没有？对嘛，据点找过了嘛，据点找过了，这条红线只往这里嘛。那，不是我刚说这边的嘛。两位大哥意见很多嘛，往这边好不好？这是个意外嘛。我跟你讲，我还没意见，往这里走，走不走？走吧。休息一下好不好？哎，我赞成，我绝对赞成，我也赞成。好，休息10分钟，顺便确定一下地图上路线，我们等下再出发。哎呀，哎，麻烦两位把地图拿过来拼一下好不好？这寻宝啊，怕我独吞啊，来，快一点嘛！来，哎，看来我们的位置应该离拿棋子的地方不远嘞。哦，有这么快啊？那再从起点到最后的终点站。你们有几公里嘛？哎，啊，这个很奇怪哦。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像这么短的路哦，假如我们走快一点的话，大概一天就可以走到了啊。那可是班长他为什么要给我们2天的时间呢？这倒真的是有点奇怪了。哎呦，我看你们才奇怪嘞。我们哪里奇怪啊？哎，难道咱们就那么贱呢啊？就受不了别人的偶尔对我们好一点，让我们过一下舒服的日子啊！切，大哥，依你之见，我们这次训练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依我看呢，是我们英明的长官呢，为了怕我们在营区待久了、待烦了，所以啊，让我们出来散散步、交交友，轻松一下嘛。好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去找棋子吧。石龟兄，不要急嘛。反正时间多的是，而且天现在快黑了，我们干脆在这先住一晚上，明天一大早我们再找棋子，好不好？我举双手赞成。不行。总有一天，我要他们所有人跌破眼睛，都跌破眼睛。不行，先找棋子。
找不到我们再过夜。好了，散开去找吧。走啦。怎么回事啊？我但找到你找到旗子了？哎，啊，不是，我找一堆死人骨头，还有一条蛇。靠，要你找的你不找，要你找的你找的比谁都快。刚刚我在附近啊，我看到很多墓碑，依我看啊，这大概是以前的乱葬岗嘛，所以看到一些残缺的尸骨是正常的，大家不要惊慌啊。很奇怪哦，他按照地图上面来看哦，啊那个插旗子的那一个定点哦，应该就在这里啊。啊，为什么我们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那只旗子呢？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告诉你，因为有在地图上的一点，真的在实物地形上面可能是好几百公尺的范围，所以我们当然没那么容易找到喽。这次训练的目的哦，主要是训练我们阅读地图的能力。至于拿旗子，也是证明我们走的路线确实无误，所以照道理讲，旗子应该摆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时间不早了，我们准备过夜，明天早上再找吧。哎呀，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晚上过夜，照样警戒，一个小时一班卫兵啊。啊，哎，石奎啊，这种地方有个屁敌人呢，还站什么卫兵嘛？好好好，站就站，站就站。我看有敌人的话，大概就是日本时代啊留下来的日本兵了、啊。大哥，你不要再吓我好不好？那么容易受惊，也受不了，吓死人。吓我了！干什么？胆子这么小？去睡觉，去睡觉。哎，我站。你小子好长哦。怕什么啊？这真的有鬼的话，前面几班早就倒了，轮得到你？还好天快亮。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枪，我要去上个一号。去吧，去吧。谢谢啊。吓得尿都快出来了。去啊。怎么都不见了？
学文呐、啊，你叫什么呀你？叫魂呐、啊、你！大哥，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嘛？废话，你跑错房间了，我们当然不见了，真败给你了。哎，大哥，这边有鬼哎！我刚才看到一个骷髅头，就站在我面前哎。站着。嗯。哎，他会不会走路啊？啊？这我倒没注意到，大哥，这里面怎么会有棺材啊？对对对，你看，怎么会有棺材？哎呦，这什么好奇怪的嘛？台北民权东路前面一大票。大哥，我看旗子不会在这边啊，我们赶快走嘛，好不好？哎，说不定搞不好就在里面。不会啦，有可能哦。哎，没关系，你们在这边等，大哥我一个人过去看看，好不好？大哥，哎，上来，哦，谢谢，不要了，谢谢。再要李明杰还你们钱，否则现在就咬掉他的耳朵，听到没有？哎，你们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大哥对你不薄啊！好了，我也不要他还钱了。李明杰，别搞了，出来吧。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吓到了吧？哎呀，看你们这几个俗辣的样子，真没用，还当这种兵屁了。大哥，你开什么玩笑嘛！大哥，你不要还钱，也不要这种方法嘛！我差点给你吓死！哎，我跟你们讲，大哥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也不是说不想还你们钱。老实说了，我只是想跟你们讲，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上次啊，在厕所的事情呢，都是我一个人瞎掰的。你们几个想骗我啊？啊，大哥，我才没那么好骗呢，搞这个啊！请先原谅我小小的错误，
伤心让父亲发怒，无法争取好的成绩，其实我比谁都痛苦。虽然我的脸上总是一副满不在乎，每天过得恍恍惚惚，可是生命是我的，未来是我的，你真的以为我不在乎？